环岛公益讲师胡廷业药师咧，今仔到客家三境关怀据点咧，办理检查药的一百种方法，用药安全讲座。虽然疫情期间咧，社区的长辈拢遵守各项防疫的规定，踊跃参加。市府社会局的照管中心的社区辅导员咧，陈业尊讲。社区长辈大多性拢有慢性病，家中的药袋啊足济，为了保护长辈用药的安全咧，邀请环岛公益讲师咧胡廷业药师咧到据点为长辈讲解如何正确的用药。环岛公益讲师咧胡廷业药师表示：“我环岛做公益演讲，做一段时间了啊，是除了之前被疫情打断了一阵子。”他最近又开始服务这样子，那会想要这样开始是因为我蛮喜欢跟长辈聊天的，那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本身在台北上班，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长辈他对于健康的观念，他们可能都来自网络或者是来自电视的广告，所以他们这些资讯看久的时候反而对于医疗越来越恐惧。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聊天之后，发现我可以蛮轻易就可以说服他们走回正规的用药的路途上，或者是愿意回去接受医生更多的询问，然后就不会有恐惧感。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可以帮上蛮多的忙，就因为现在我看起来好像是医护人员可能比较过于忙碌一点，然后来不及跟长辈解释太多，那所以我就发心要决定要环岛演讲，然后我能影响一个长辈是一个，那我就有写了一些故事的方法，然后想办法让长辈听完之后，也许可以带着这个故事再去说服下一个长辈，这样子我的影响力就可以传遍台湾的每个角落。接下来下面咱来看环岛公益讲师胡廷业药师的如何为大家来讲解，又如何来帮忙长辈用药的情形。大家好，咱嘛大声感谢月真，足辛苦的。啊，食大家食饱未？食饱。食中昼啊，食透早。中昼未够。早顿食饱牙手。啊，中昼食饱牙手。我嘛会食。恁敢知影我对倒位来的？幼稚的这，这敢看过？这台北哦，唔对。然后台中人啊，敢有感觉台语讲了就歹？是啊。你假？我等下若讲了有，唔好讲就歹呢。我等下各位若讲了听无，爱野手甲我讲一下，还是替我翻译嘛会使，好不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住台中啊，不过我一直感觉我的台语就歹，所以咧，今仔日我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我会教大家安怎讲，讲食啥物物件会着眼，好无？好。哦，食啥物物件会着眼，食啥物物件袂？哦，来，譬如讲，第一个，这啥？番薯哦。对。哦，恁家拢讲番薯，漳州拢番薯，阮台中是讲番薯啊。嘛，拢会使啊。拢会使啊。番薯拢会使啊。青萝。口音，啊，这食了敢会着眼？袂。袂吼。我嘛知影是袂，啊，番薯布衣会变做啥？番薯衣啊，嘛，哦，恁就厉害嘞，番薯啊，啊，这一个敢会着干？袂。袂啊，确定啊？哦，袂，真是袂，袂烦恼，哎，较自信嘞，哦，大哥你食，这啥？蒜头。哦，恁遐厉害。我只要我只食。恁遮毋是西瓜哦？西瓜算大佬无？我拄好看到迄摊办公西瓜故乡。嘿，对。好，这一只敢叫个？对。嘿哦，够自信的，啊，较大声的。哦，后一个啊。啊，蒜头布衣变啥？酸啦。长工有人讲长啦。酸啦。真个酸啦，我感觉无甜的。真不酸的。哦。所以无共款哦，所以我真生气，对吧？你若是选啊，是讲这是你煮的是拢不选，你又无共诶。哇，恁想过厉害啊，这专业嘞，我也唔知。这不是我讲的，对吧？我袂错的。
哦，过两天来啊，这场。我念珠。你念珠，你这里有地方无？凤仪，凤仪，凤仪在吃。哦，你拢知哦，你拢上课，还是你有食过？啊，这一只了就讲讲这。这啥？哦，我迄个，我讲面也袂使食。我讲面。哎啦，这就讲哦，有一个世界有一个组织，组织你敢知？就是哦，组织一足侪医生专家的组织，啊，因有一个组织叫世界卫生组织，有无？伊会做研究。你若做研究做出来，感觉这个食物一定会中人，伊就叫伊一级致癌物。第一级，啊第二级、第三级就是伊还阁毋知毋敢，就大声来讲吼。像这啊，一定中人的，伊就讲就大声的，一定会中人吼，伊就会讲出来，就这一级，确定啊，绝对会中人吼。所以这看卖只，我过来哦。这啥？葡萄。葡萄。我去云林的个时阵，云林讲因拢种种这。是啊吼，啊这个叫什么？蜂蜜的啥？野黄体毒素。哎呦，哎呦，差一点啊！搁有这個，这是西高的时阵，西高时阵，嘿，野黄体毒素搁较济哦。你有看这就有一个 logo， 哇，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思。这嘛是一级致癌物哦，确定的着人。恁拢食，恁拢食这款的，食这款的。吃太多啊！是的啊！啊，恁感觉这乌乌的加龙条，啊，吃内底好无？袂使。哦，袂使啊！那要哪叫？一百分，一百分，好啊！啊，后一个更加困难哦。第三。第三。怎拢无人答对？咖啡豆啊！哎呦，那恁那拢会啊？咖啡豆。哎呀。哦，太小看你们了。啊。你量无清楚，只有淡薄仔生菇啦，看到无？哦，所以这甲迄葡萄同款，这拢是一级致癌物。哦，这食了对身体无好。所以咧，所以咧，外口迄咖啡粉啊，外口你卖咖啡啊，你敢知影内底讲有生菇？唔知啊。然后所以，若要啉咖啡，若要食花生酱，我家己做较好。哦，搁一摆哦，拄仔迄个花生有无？花生酱，你敢知影有生菇无？无，唔知。唔知哦。啊，咖啡变做咖啡粉，你敢知影有生菇？唔知哦。唔知啊。你啊，拢加做粉啊。所以你若要啉咖啡，若要食花生酱，家己做较好吼。无就卖食，减一米尔还好。好，上困难的来啊！昨昏敢那一个人会晓呢？这啥？高粱吧。高粱。看哪有听着声哦，听着答案哦。高粱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高粱的台语安怎讲啊？高粱。因为我去云林的时阵，因有讲一个。小麦哦。不是，不是。啊，我袂记哩啦。小麦啊，小麦。无法度甲恁讲，我代伊讲话。啊，啊，伊食了着嘛吼？我知。袂啦，伊有一个，恁敢有食过五谷米？五谷啊，恁啊敢有食过石谷米？石谷啊。石谷内底有侪，哦还好吼，来石谷内底一种一种。啊，不过你甲人家高粱变高粱。高粱。你若甲高粱变成安尼。高粱酒。这着干吗？这着干吗？镜头，没有。你感觉嘞？会着眼无？会。啊，确定嘞？大声嘞？会啊。讲唔着袂，讲较声嘛袂好听。哈哈哈。会无？会。会。这有一个偷偷一个暗示伫遮啦。有啦吼，因讲一定会，无甲你开玩笑。啊，毋过你偶尔煮烧酒鸡啊。就还好，因为你爱互你的肝、甲你的腰子有时间通代谢，知影无？你若逐工安尼，你的肝冻袂牢。哦。啊，这。所有的食物都是安尼，像啉水啊，啉水有无？等下讲着，啉水若啉伤少，是毋是无好？啊，毋过你啉伤济，对你的心脏甲对你的腰子嘛无好哦。啥物物件拢是拄拄好就好哦。过来。
开散。哦，开散。开散，这这个对人吼。没啦。没啦吼。没啦，我冇食啊，我冇食。我就爱食这个呢。哈哈哈！对了，全部都对了。啊，后一个哦，这个对人吼。哎，你来够嘞，哎，哎，好，好，拜拜，咱男仔。哎呀，厉害，你讲对啊，甲拄仔迄个鼻粉同款，内底加三两仔，是毋是？好，好，拜拜，男仔呀。啊，这嘞，这食了对感冒。嗯，是啊，哎，吼，哎，奇怪，拢总拢是猪肉，猪肉，这嘛猪肉，奇怪，是今是安怎这嘞对感冒这个？哎呀，厉害。因为这看到肉嘛，这有看到肉嘛，这你加三拢知啊。啊，唔过这内底足侪物件加三，你拢讲袂出来，是毋是？加三人看了。嘿，除了芳料，除了红菇这以外，佫有足侪你讲袂出来物件，是毋是？吼，这都是伊着个原因吼。遮拢有甲你偷偷暗示啦吼。对。这确定哦。确定。我甲你后壁讲，是确定，一定，绝对的，吼、哦，意思，好，过来哦。咱等下这个生料啊，哦，恁拢有记得哦。等下生游戏，哦，咱期待一下。这食了对吧？是吧？对。厉害。好，后一个啊。对上。草莓。草莓。哦，草莓。这食了会好无？这唔好，内底食啥物嘛唔知。唔爱食这，不一定哦。你外口呐，你啉迄十块饮料，哦，这个十块饮料一定有。那有可能十块饮料内底有水果？有啦，有啦。有啦，有啦。这我去云林讲的时阵，伊拢安尼讲啦。那会拢无看到草莓头味入去，啊，结果有看到草莓香味出来。哎呀，吼，这种化工做的，然后就开一台车入去，啊，结果有草莓出来，安尼啦，吼。哦，即个饮料的流感冒，即个，嗯，流感冒，啊，确定吗？确定，确定吗？诶，香菇鸡汤，即袂歹。啊，恁若用塑胶袋袋咧？塑胶剂。塑胶剂安怎？诶，流感。流啥物感？敢知？流什么？流啥物感？敢知？好。即。确定的对人，即叫子宫癌。哦。查某的子宫啊，遮查某有诶迄器官，拢无好，确定哦，佫有鳞癌。所以进前的台湾啊，有流行是怎啊大肠癌，就是拄啊迄个鳞腔造成的。啊，佫有一寡乳癌有无？子宫颈癌，就是即个造成的。所以咱最近呐、啊，要去外口，你明明知影你要去买烧汤啊，哦，阮有当时讲，可能袂临时要买物件，无早啊，哦，你用这块，我还好。啊，不过你若知影你明明要去买烧汤啊，你要家己炸啥物块？炸红肉，炸红肉，炸红肉，鱼锅。嘿啊，炸恁老家己碗，哦，那会用啊。好，后一个嘛是着个物件，对。油菜，油菜，迄个味啦，油菜迄味，即甲迄，即甲你迄气管食会感较关系，哦，因为拢是迄味无好，无好，所以你若你油菜时阵，你迄窗仔门啊，拢爱拍开。好，啊，即个流感无？咩？即叫饮食均衡，安尼食食了有好无？有。好，学一个哦，即世界困难上后一题，上后一题。你食了对感冒？八十，你上困难哦，然后想清楚哦。对，白白观测，这八角嘛？哎，八角啦。这啥？哦，哎，厉害，这个。迄个看。观测，新鲜，迄个吧，刚打卡到。哎，唔对，过来，过来。阿妈，你拢无讲话，你感觉咧啥？看，看唔知。阿妈感觉是菜脯，这是中药一种，过来。阿公，你感觉是啥？
想想我哩。好，两五哦，看到无？五五哦，看到无啊？哈？我有印象。哦，我有跟你讲，伊可能无，我有跟你讲，伊有上大约。啊。好啊，我有啊。哦。黄脸，黄脸，你今日出酷的无？哦。啊，你站起来，你面无啥贵啦。这个葛根汤。葛根汤，恁当时食，我想要问恁，恁去诶感冒时阵，来去看中医。我看一包一包粉三顿吃，拢是食这葛根汤。你食食迄感冒的，我拢是感冒。好，咱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研究的确定的着肝癌，这个重要。哎，啊，不过免烦恼，甲拄仔迄同款。你呐，你敢会逐天吃？你敢食同吃？你着感冒时阵吃嘛？你着无话时阵才吃嘛？是哇？你会庆功的吧？十个月嘞，你敢有糖分？你无糖分，啊你之前敢食过啊？你之前敢食过啊？有食过，有。我呀，你之前敢有食过吗？无啦，无啦。你敢有糖分？无检查过？无。无啦，无啦。刚才食过火啊，对吧？嘿。啊，搁先做药啊。啊，你敢有生骨刺？无。啊，你腰敢会痛？袂。啊，脚会酸。啊，脚会酸哦。嘿。脚会酸。啊，搁有嘞？你搁有食啥物药啊？无。啊，食心脏药啊，搁。心脏。心脏搁干袂啊？心脏是食心脏真的，我以前看，我也觉得。哎，手敢会错啊？对，第一拍中。手敢会错啊？你手敢会错啊？对啊，没错啊。对啊，没错啊。你妈呀，安尼，我推荐你去看物理治疗师，啊，你可能比较有主张。啊，你你叫伊把你的迄麻将推推的，你都袂听。我母啊嘛是，这是讲迄用迄面巾有无？用了伤久啦，啊，搁有用迄拖把。哇，加自己出价是不用。你讲的，两块的电话，对啊对啊。这是加有迄肉较硬，还有电流你的神经。啊，你去找物理治疗师，莫找电疗的，电疗拢骗人的，电疗电电更疼更疼。哦，你去找物理治疗师，还有电波的。啊，我有替恁查过，恁遐上近的，遐有一间，哦，有穿电波的，你用电波看伊。啊，就甲伊讲你加手的嘛，哎，伊就甲你敲敲咧。对，他免复健，长复健好。无共款，哎，复健是医生，啊，复健科医生拢会讲好，你去听电疗，但是因为电疗伊有几项的。物理治疗师有啦，我特别替你查过，一定有。哦，啊，在哪里？在迄家里啊。家里在哪里？家里市中心，你就 Google 物理治疗师，我等下甲伊讲。啊，伊就替伊讲遮嘛，倒一点点，伊就甲伊试试下，伊就挺好。哦哦，是啊。不是副副建师的对啦，副建师拢有开电疗。啊，你最后来有啥开车？哈哈哈哈哈。你啦，伊遐开在的啦。我无，恁遮敢有两名的？无嘞，无。哦，无计来走一撮啦，恁一摆就好啊。安尼啊。对啊，啊就遮倒一点，就甲你悄悄的就好啊。哦。我刚刚看到一间尔，可能刚刚那边。胡廷烨有书讲，当因爸爸癌症好转了咧，忽然间有一个念头，开始接受关怀祭奠的免费公益演讲，对社群上个侪关系开始出发，如何减药，如何停药。如何教因爸爸妈妈咧同款破病，会当维持健康？胡廷烨药师咧表示咧，今仔日真感谢辅导员陈叶珍的邀请，环岛公益演讲会当到台南交长辈讲解，也感受台南人跟阳光一样温暖热情，跟长辈相约咧，后摆咧要过来台南。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